叶律师，我想求你件事儿。你说，我有个女同学，我想见她一面。哦，你别误会，我和她什么也没有。当时我们俩确实有好感，可是我嫌弃她，心里面只有苏苏。 舔着脸的去追求苏苏，要是当时我选择和我的女同学好的话，别的不敢说，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会很平静。这就是命吧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 他也咬牙了，他一直生活在苏苏的阴影里。时间一长，他的心灵就扭曲了。吴胜和玲玲出的那种丑事，是不是也出于同一种心理呢？在家里，我的收入又比他多，是不是我给他造成的压力？ 东西好了，嗯，嗯，还有一个，吴胜，嗯，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以后永远不要再犯了。 记得住吗？嗯。手机拿回去吧，老秦家不好。嗯。明天你就去上班。 我今天杂志社还有点事儿，我马上就得走。嗯。你自己弄点吃的，不要等我。嗯。我给你买了一些西洋参，还有凤凰姜什么的，人家说这市面上这补品那补品。 还是这东西最实惠了，你自己炖点汤喝。嗯。你怎么老是嗯嗯嗯的？嗯嗯，哦，谢谢。 别忘了炖点汤喝。嗯，哦，知道了。 小姐你好，我想找个人。你找谁啊？是个女孩，她叫蔡玲玲，今年18岁。这是她的照片。等一下啊。嗯。
在湖田二区5-201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不用谢。玲玲，玲玲，爹，玲玲，玲玲，爹想死你了，爹！睡着了，玲玲。给我吃完，爹带你找个临时住的地方啊。嗯。爹，我们实话实说了吧，怕什么呀？现在不行啊，玲玲，爹有难处啊，现在真的不能说呀。我知道。爹，你有今天不容易。玲玲，就是委屈你了啊。吃吧，啊，吃，吃饱了咱们走啊。要说呢，这男人要做到这个份儿上也挺可怜的。说实话，我挺同情陈瑞欣的，这人平时邻里关系不错，有什么事情找到他挺热情的。你怎么会同情一个杀人犯呢？你不知道，平时连洗脚水都是陈瑞欣给他媳妇苏苏端的。既然陈瑞欣是苏苏的老公，他又爱她，这是他应该做的呀。应该什么呀？那苏苏为什么不给陈瑞欣端洗脚水？人家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啊。谢谢。这简直是黑白颠倒，信口雌黄。怎么了？既然还有人同情陈瑞欣，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啊，谁走进了陈瑞欣的精神世界？谁了解了他的内心危险的因素？他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被湮灭，他的心灵长期压抑，最后才有这种极端的解决方式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我这里也有几封是同情他的，不过他们都忽略了一点：生活的压力再大，也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，对吗？不过好在有良知的人还是多一些的。哎呀，这说明咱们的女权主义做得还不够啊！我觉得我们可以就这个案例做深入的讨论。哎，吴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看看，你看看他们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，我都快被气死了。陈瑞欣被判了20年，算是重判了。可这20年能换回苏苏的花样的年华吗？能换回她的美丽和前程似锦的事业吗？你们不知道，那个陈瑞欣啊，她有个初恋的对象，是一个小店的售货员。我去看过这个女人，她现在十分平静幸福地生活着。我想当初要是陈瑞欣跟她结合的话，这个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难道我们女人永远只能做第二性，只能臣服在男人的脚下吗？我们三个有臣服在自己丈夫的脚底下吗？我是说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我想，现在我们三个人应该做的是，赶紧回家。什么？想想，再闹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要是我们三个人的生活也像苏苏那样，我觉得挺可怕的。那我们也不能就这样就回去了，多没面子呀。我看呀，他是中毒太深了，想不到一个乡村才子还真的把我们的叶大律师给搞晕了。怎么，你们俩真的不想回家？两手相牵，我们的爱怎能随意放弃？你曾说。慢走，姑娘。这期的红颜卖的怎么样？卖特别好，今天我都卖20多本了。是吗？好。喂。海飞啊。啊。我是金光，你马上过来一趟。好好，可以，我过来。谢谢啊。飞飞，怎么样？这里的房子是全市最好的，你看这绿化，你再看那边，嗯，不错，非常的合理啊。哎，黄总，你要在这儿买房子吗？这儿办公，这地段也不合适啊。个人住，你又有房子，你想做投资啊？我认为这个投资是非常必要的，是一定的。奖励你的。黄总，你可别拿我们打工仔开心啊。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你怎么没有功劳啊？你的功劳非常的大。第一，你为本公司的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。第二，你为红颜杂志打开了销路。第三呢，因为杂志有了销路，才稳住了我们家的姑奶奶，使我后顾无忧，能够对公司的事务全力以赴。说实话，我也想拥有一栋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可是这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我不想给你添不必要的麻烦，你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。菲菲啊，像你这样杰出的女儿真是很少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如果我们家那位能够有你一半的境界，我就满足了。怎么，你还在跟社长打冷战呢？冷战谈不上，他是那种没有麻烦，专门制造麻烦，让我更麻烦的高手。那我去劝劝他。你劝？你不信任我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，还在生我们黄总的气呢？什么黄总？他就是一个只会赚钱的机器人。信不信由你啊，
我们黄总可是整天跟我们说，他太太是位诗人，才貌双全，气质高雅。是真的吗？他没想把我五马分尸啊？没有，他还让我呀把这个给你们三位，邀请你们三位美女携老公出席公司的产品发布会。哼，一看就不是真心的。他自己为什么不来？老总嘛，总是要面子的，你就给他这个面子吧。夫妻之间还要非比个输赢啊，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公司的新闻发布会全靠你们了，黄总，您太客气了。黄总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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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迎二位，请随便。这就随便了。好了，我们不打扰你了，走了。真给面子了，江少文博的副总在那边，咱们过去敬一杯。江总您好。哎呀哎呀，二位真是珠联璧合、天造地设的一段啊，我们江夏市的一道亮丽风景。江总，我们夫妻二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您和晚报的支持。来，我和金光敬您一杯。黄总，夫人一开口，字字珠玑，忙必生辉，哪能有我这个副主编说话的份儿啊？黄总，您太客气了。让您见笑了。对了，我们刚才是从这里解决。好久不见啊。这个名叫名正的，哎，过去好冷啊。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，我向你道歉。其实我有错的地方，后来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你丽姐说的对，你还是非常非常在乎我的。不，是你更在乎我。我听他说了，你为了给我买那个大炮，把你妈的金项链当了，还有买香水的时候，那服务员对你翻白眼了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找他去。海清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啊！你叫什么？我叫你亲爱的。
亲爱的。晨晨，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家没有你的铺位了。你要倦鸟归巢喽？对，归巢，我们现在就归巢。你们先聊。真漂亮，你心里还有我啊？对了，不是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就是你妈盖房子那钱。不急不急，没事儿。我知道你不急，可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在心里呢。谢谢。你放心，下个月我就把钱给咱爸咱妈寄过去。谢谢。袖手旁观喽。孟子说过，君子远庖厨。谁说我老爸只会写诗啊？你也会把菜做得像诗一样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说我的菜做得不好吃啊？不不不，我是说你做的菜富有诗情画意，不但是物质食粮，而且还是精神食粮。记住了，女人是这样一种动物，她们心在厨房，心在伊甸园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好爱我。
你怎么了？啊，我不是咳嗽没好吗？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。下锅啦！醋呢？醋在呢。哎，加那白醋，不要加那黄，加那白醋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做菜是要掌握火候，就像写诗。你记不记得那年我获奖的那首诗？那首诗当时是因为我充满了灵感。写诗最重要的就是要灵感。我记得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来着？老婆，菜糊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是因为我准备不足。没关系，你炒成什么样，我都爱吃。从这一次起，我要努力学会做菜。啊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鱼来啦！来了。爱心猪脚汤，感觉不错。烫死我了！怎么样？快快快！老公，我能干吗？你太能干了。怎么样？味道好啊。怎么这么咸啊？绝对是特级厨师做的。老公，我做了这么多的菜，你最爱吃哪一个？我都爱吃。都爱吃？都爱吃。好，那咱们先尝尝这个。好吧，从来没吃过你做的菜。期待啊。好吃好吃好吃啊！那再来一个。做的都好吃，而且啊啊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这鱼不吃了。哎，别！哎呀，这都吃不了。别！我觉得挺好的。老公，我是男人婆吗？你不是男人婆，你是女人婆。什么？我是什么婆？哎，你不是婆，你是孙女。啊？那不闺女，不也不是，你是美女，我心中永远的美女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妈，你别吃了，你还是别吃了，太咸了。嗯，好吃。老公，我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都把它吃光，好不好呀？好。那我们吃这个，都吃了，都吃了。换一个。都吃了，换一个。这味道好不好？我是心情问题。结婚第一年，你曾经说过，我老婆除了会写诗，
什么都不干。娶我这样的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老婆，结婚第五年，你说过，现在我除了不写诗，什么事儿都做。嫁我这样的老公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心吧，我不会揪着你那点事儿不放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离开我几天，我才感觉到我不能没有你。我说了，没事了。你离开我这段时间，我特别想你。星星，白头发好像又多了。生孩子，别这么说啊！在这个城市，丁克一族的人多着呢。人家说这是一种时尚。真是百媚千娇，千娇百媚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亲爱的，要睡觉了。你穿这么多衣服干什么呀？你帮人家脱嘛。好。云振，你说我跟他比，谁更好呀？跟谁比呀？装什么帅呀？
当然是你的学生余霞了。没有可比性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没有可比性？你嫌我老了是不是？嫌我眼角有皱纹了，肌肉下垂了，腰上有赘肉了，对不对？你腰上全是肌肉，哪有赘肉？去。我告诉你，我还不惜得跟他比呢。以沙姐的话来说，一个乡下姑娘，身上的鱼腥味儿还没散呢。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，行不行？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哎，你说到余霞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得给余霞打个电话，明天要排练《茶花女》呢。不行，你别闹行不行？我要让她去教务处拿点道具，要不来不及了。柳云振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那个玛格丽特？你有病吗？谁有病啊？你再说一遍，谁有病啊？更年期啊，更年期提前了也不是这个岁数吧？你讲不讲理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为了那个姑娘，你说我更年期提前？你还是嫌我姥姥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说的怎么了？老虎屁股摸不得是不是？我今天还没说他呢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那么护着他呀？你凭什么那么护着他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晚上说不清楚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别再胡乱说了。老婆，哎。可以想象到将来，那是双重的衰老，双重的悲哀，双重的孤寂，双重的空虚。你们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纪念？你们能干出些什么样的好事来？啊，你和我的儿子，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，是命运暂时的把你们结合在了一起，励志最终会把你们分开。啊！你不让我回去睡觉，我就睡沙发，也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不知道怎么会不行了呢？没关系，可能太累了吧。我以前从来没这样过。没事，可能过几天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就算一辈子没有，那又怎样？这事儿又不能当饭吃。好了，睡觉吧，我也累了。海清的电话，
哎呀，弄我了！海清这时候肯定有事儿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喂，海清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起来！喂，喂，大姐，说吧，说吧，怎么了？这个王海清真讨厌。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，婚姻的质量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内容。美丽于形，魅力于心。你曾说过，我们一生相伴，真诚两手相牵，我们的爱怎能随意放弃？你曾说过，我们相爱永远，付出情两心相印，一起享有春天的美丽。茫茫人海里找不着相依的你，幸福和浪漫握在我的手里，绚丽花丛中看不见迷恋的你，用爱的翅膀去翔。两手相牵，我们的爱怎能随意放弃？你曾说过，我们相爱永远，付出情谊，两心相印。